心是多么的难受，借酒消愁愁更愁，这种结果我难以接受，曾经说过今生相守，为何你先放开我的手，我拼了命没把你挽留。好，来一个参赛歌手，我们歌唱比赛将继续，来，有请配套41到45号的请到我们舞台后准备，谢谢。好，我们下半场呢，可以说这个场面不一样了，因为有我们好多的嘉宾给我们加油打气，给我们捧场啊，希望还剩下最后的15位参赛歌手，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哈。啊，刚好参赛者刚好这个时间方便一下，好，很快的就出来了，谢谢。好，来一个朋友，这是我们歌唱比赛继续啊，来再次来个掌声好不好？再次欢迎彭一聪老师入席，来再次来个掌声，欢迎柯少明老师入席，掌声欢迎郑良胜老师入席，欢迎我们三位评审老师，谢谢。好，我们的歌唱比赛下半场继续，那是编号41号参赛歌曲《委屈为了你》，有请编号41号。却了解爱的意义，我为爱牺牲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在我的心里荡起了涟漪，为什么我不能容下了一个你，我万分地同情你，我尽力去爱护你，为什么当我看见你有说不出的委屈，谁知道爱的真谛，谁了解爱的意义，我为爱牺牲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在我的心里荡起了涟漪，为什么我不能容下了一个你，我万分
我尽力去爱护你。为什么当我看见你，又有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委屈，掌声鼓励给编号41号。而接着请编号42号唱帅歌曲《爱上你是一个错》，有请编号42号。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只顾是情关最让人难受。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儿扑向火，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失魂落魄着了魔。解开我的迷惑，收起你的冷漠，你真任性这样做。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漫漫长夜受寂寞。伤痛已经太多，心也早已伤透，我也不想再为谁去等候。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只顾是情关最让人难受。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儿扑向火，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失魂落魄着了魔。解开我的迷惑，收起你的冷漠，你真任性这样做。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漫漫长夜受寂寞。伤痛已经太多，心也早已伤透，我也不想再为谁去等候。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失魂落魄着了魔。解开我的迷惑，收起你的冷漠，
你自然心这样做，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漫漫长夜受寂寞，伤痛已经太多，心也早已伤透，我也不想再为谁去等候。掌声鼓励给编号42号，而接着请编号43号参赛歌曲《该唔着人》，有请编号43号。笑不出来，要哭也哭无目屎，是你悄悄来骗我，怎样讲我无心肝，是你笑不出来，要哭也哭无目屎，伊是送命来惜，如今放我孤一个，是你43号，接着请编号44号参赛歌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请编号44号。
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心，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愉，究竟会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缠绵的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掌声鼓励给频道44号，接着请频道45号参赛歌曲《夏日假期玫瑰花》，有请频道45号。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
你拼命的追，我拼命的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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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荒地不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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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花开得好。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的追，我拼命的跑，夏日玫瑰花儿开了。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的追，我拼命的跑，跑跑追追，情儿难了。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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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荒地不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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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花开得好。是否有人知道，知道我不烦恼？你拼命的追，我拼命的跑，夏日玫瑰花儿开了。鼓励给编号45号，接下来请编号46号参赛歌曲粉，也请编号46号。自苍老，无言留你在天涯海角。于是风雨的雨里的寻找，只为换一世回眸的一笑。这情丝缠绵围绕，终难断了。留住一世情缘，等你依靠。不管人间沧桑多少纷扰，无奈月里的梦里的拥抱，醒来后只有无意的寂寥。莫非情路太长太苦，已忘了归途？一生也好，一天也好，宁愿爱是飞蛾扑火，转眼燃烧。
只怕天荒地老，缘已飘渺，我还在风里苦苦煎熬。注意是情愿等你依靠，不管人间沧桑多少纷扰，无奈月里的梦里的拥抱，醒来后只有无意的寂扰，莫非情路太长太苦，已忘了归途，一生也好，一天也好，宁愿爱是悲而不化，转眼燃烧，一生也好，一天也好，只怕天荒地老，缘已飘渺，我还在风里苦苦煎熬，一生也好，一天也好，宁愿爱是飞蛾扑火，转眼燃烧，一生也也好，只怕天荒地老，缘已飘渺，我还在风里苦苦煎熬。掌声鼓励给频道46号，接着请频道47号参赛歌曲《难过情关》，有请频道47号。
爱情感情这么的困难，为你浮浮沉沉点无情的时间，想未了断搁不甘愿，走到这款的坎站，无论什么人也是咱过情关。我是感情一条梦，嘛淡淡淡无人替阮不甘，嘛梦梦梦袂着心爱的彼个人，阮已经找无理由孤单，为你浮浮沉沉点无情的时间。是为爱心烦心乱，艰苦有地心坎，是为着什人？爱情感情这么困难，为你浮浮沉沉念无情的时间，想不了断搁不甘愿。到这款的坎站，无论什么人，也是咱过情关。掌声鼓励给编号47号，而接着请编号48号参赛歌曲《天亮的》。有请编号48号。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从山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
眼瞅数星点点，我在梦里看见我的妈妈一个人在世上，要学会坚强，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也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掌声鼓励给编号四十八号，而接着请编号四十九号参赛歌曲《你人的选择》，有请编号四十九号。犯罪，我用酒杯反胃，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集。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的狼狈，放掉这一切，我是落叶。你的眼只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陪起你脱轨，你怎么是我唯一是罪。全世界谁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切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冷静太冷，我的痛心太痛，就在这一夜，我和你缘分已冻结。2201夜，我只求一个了解，你却不承认你爱谁。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陪起你脱轨，你怎么是我唯一是罪。全世界谁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切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
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陪起你脱轨，你怎么是我唯一是罪？全世界谁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切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我应该拿什么挽回？掌声鼓励给频道40号，而接着请频道50号唱下歌曲《小丑》，有请频道50号。正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起舞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起舞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
掌声鼓励给频道五十号，我接着请频道五十一号唱蔡可琪《痴痴等候》，有请频道五十一号。接着请编号五十二号唱下一个曲《古井呀咪咪》，有请编号五十二号。
有难忘的经历，旧爱在你心中永远相随。唉，旧情也绵绵。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好，对不起，因为这边写错了哈，写的 L， 来，我们再重复一次。在梦中再相见。
掌声鼓励给编号52号，接着请编号53号唱这歌曲《情伤》，有请编号53号。在他身旁露珠甜蜜的模样，我在远远眺望，把荒凉都放在心上，不舍往心头慢慢地扩散。你让我受尽了委屈，受尽了创伤，心里面有一道情伤，你狠心将爱情流放，说过的地久和天长，如今你只给了一半，我别开口去不留下痕迹，我会忘掉过去，忘掉爱过你。他身旁露珠甜蜜的模样，我在远远眺望，把荒凉都放在心上，不舍往心头慢慢地扩散。你让我受尽了委屈，受尽了创伤，心里面有一道情伤，你狠心将爱情流放，说过的地久和天长，如今你只给了一半，我别开口去不留下痕迹，我会忘掉过去，忘掉爱过你，心里面有一道情伤，你狠心将爱情流放，说过的地久和天长，如今你只给了一半，我别开口去不留下痕迹，我会忘掉过去，忘掉爱过你，我会忘掉过去，忘掉爱过你。掌声鼓励给片到53号。我们歌唱比赛还剩下最后两位的参赛歌手，好，这时候我们有请片到54号参赛歌曲《永景》，有请片到54号。为啥两人的歌做咱的纪念，证明阮的用心只有你，只要有你伫身边，
不免誓言做证据，为伊予你我一片痴情。你是一粒星，指引我的真感情。阮的一生若无你，留伫世间啥路用？用情愈深，心愈惊来失去你。你伫阮心内，无人会当代替你。用情愈深，心愈惊，有一天你若离开，所有一切只有黯淡，不再相思。咱的歌，做咱的纪念，证明阮的用心只有你。只要有你伫身边，不免誓言做证据，为伊予你我一片痴情。你是一粒星，指引我的真感情。阮的一生若无你，留伫世间啥路用？用情愈深，心愈惊来失去你。你伫阮心内，无人会当代替你。用情愈深，心愈惊来，一天你若离开，所有一切只有黯淡，不再相思。用情愈深，心愈惊来失去你。你伫阮心内，无人会当代替你。用情愈深，心愈惊，有一天你若离开，所有一切只有黯淡，不再相思。掌声鼓励给频道五十号。好，我们歌唱比赛进入了最后一位的参赛歌手，那是来自偏好55号参赛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来掌声鼓励，欢迎有请偏好55号。朝思走天边，星月如虹，回忆往事恍如梦，终心梦境何处求？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心意
人儿泪长流。夜色朦朦，夜为静走找寂寞临近，桌上灯光不明，伴我独坐苦苦伶。人隔千里无音信，一再遥问周平，凄迷夜百川星，寂寞凭此而为离情。人隔千里无音信，一再遥问周平，凄迷夜百川星，寄我凭此而为离情。掌声鼓励给编号55号。好，我们群里50多位的优秀歌手已经把他们最拿手的歌曲呈现给大家啊，到底谁将能够脱颖而出呢？肯定的，我们成绩技巧一位的抽出报告来，各位朋友，然后呢，再次来个掌声鼓励好不好？感谢我们三位评审老师，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谢谢彭玉聪老师，谢谢柯少敏老师，还有谢谢郑良正老师，谢谢。好，我们成绩揭晓，很快的，咱们将为大家抽出报告，请大家继续守在这里，继续为咱们优秀的歌手加油打气啊！哎，谢谢。好，来各位朋友，趁着我们的这个分数还在统计了哈，好，相信很快的，尤其是我们翔哥娱乐传媒，这个团队呢，整理这个成绩单很快的出炉了哈。好，在这里我们主办人集，将要邀请那是来自我们的罗叶青校长，为您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来，掌声鼓励，欢迎请的罗叶青校长。好，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呢，大家晚上好啊！刚才我致辞的时候忘记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你们有看昨天和今天的报纸呢，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槟城分会，我是现任的会长，那么我们会在11月6号星期天下午1:30至到5:30，我们有一个编制爱心包包的这一个课程，给所有 B40 的家庭或者是妇女们、单亲妈妈们，你们可以到来学习，是免费的。因为我有请了来自吉隆坡的一位两位导师到来教导，那么这个爱心包包的课程呢，它是竹藤的，非常适合我们妇女，它可以
疗愈，可以疗愈，还有呢让你们静心，在家里呢你可以有时间你就编制，还可以拿去卖，它非常时尚的一个包包。那么所有的材料和课程的这些费用呢都是我们赞助的，给予你们是免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只是公开给40位的妇女，或者是 B40 家庭的这些妇女，或者是男人也可以学的，如果你很喜欢呢都可以到来学，学了做好了拿回去送给你的太太或者送给你女朋友都可以那么对于那些 B40 家庭和单亲的妈妈呢，我们都是给你们免费学习的，因为那些材料呢都是来自日本如果说要报名的不是 B40 家庭的呢，报名费呢我们是收70，是收70，但是呢那个只是给材料费罢了，所有的课程费用还有讲师费都是我们赞助的。但是如果你是来自 B40 家庭或者是单亲妈妈呢，我们都是给你们全部免费学习欢迎你们报名先到就先得，只有40位，我们第一次开办，我们要看反应，如果说未来呢有很多人想要学的呢，我们还会陆续的再安排这一些课程给你们，你们学了你们可以变成呢你们的一个手艺，或者是你们想要自力更生做了拿去卖，非常时尚非常美好，在这里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我因为我们只收40位。好，非常感谢，那是来自我们的大都罗爷新校长，谢谢。喂，好，我们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我们三位这个评审老师其中一位为我们客串两首的歌曲了先让我们老师再统计这个分数。我们主办单位特别邀请，那是来自我们银城旗下的唱片红星，我们的大牛来为大家客串演出，好不好？来，各位朋友，掌声鼓励响起。那是来自我们斯拉维耶的红星，对不对？介绍一下嘛，来啊，我们槟城这边，相信有多好，说槟城的朋友、Hello. 都陌生，来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大家晚上好哈、哦。那么我是这一次刚好路过，所以不要错过哈、哦，正常讲。因为我这一次来到槟城是来旅游的哈、哦。那么我现在都是长期在这个新山哈、哦，然后本身是沙捞越人，那么。这一次因为这个迪巴巴利这个时间，所以觉得关了很久哈，所以来转一圈大家。那知道到了这边昨天也被这个郑翔排上台哈，今天又给他排上台，没有办法，他讲我是他养的牛，所以他讲什么我就要听从。OK， 那么在这里当然大家哈，各位老师，我是最后一个88号的歌手，请你们。下笔不要太重啊，谢谢啊，有一点软是吗？所以我很小心，我看到有点软，我就要注意了。你放心啊，因为老师可以跳，跳明天人家没有舞台。老师的笔格子已经收起了，没有吗？写在心上。OK， OK， 那么带来这首《What You Will Do》哈，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都过了，希望好好做人。好，那这首我是为了你好送给大家。
我是为你好，你讲我拢无，离开你不是放下你，再过的爱应该搁一段路，不甘啦，不甘，烦恼啊，烦恼。虽然你对我真真好，当月的时阵是做过，我的爱情有真苦，你我幸福无当无。不通怨叹你我无结果，总共是人缘分薄，痛苦的我等我来做，离开你我是为你好，为你好。谢谢。我是为你好，你讲我拢无，离开你不是放下你，做过的爱应该搁一段路，不甘啦，不甘，烦恼啊，烦恼。虽然你对我真真好，当月的时阵是做过，我的爱情有情苦，你我幸福无淡薄，不通怨叹你我无结果，总共是人缘分薄，痛苦的我等我来做，离开你我是为你好，为你好。虽然你对我真真好，当月的时阵是做过，我的爱情有真苦，你我幸福无淡薄。不通怨叹你我无结果，总共是人缘分薄，痛苦的我等我来做，离开你我是为你好，为你好。好，谢谢。我是为了你好，送给大家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我也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啊，有一点注意这个舞台哦，真的是有一点软，所以我一直站在中间，看到吗？不敢动了。OK， 那么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哈，华语歌《蓝色那张》哈。OK， 那首串门第十首。我带来这首《扬州小调》，一首民歌，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也很久没有唱歌了，是我最近差不多两三年 NCO， 所以都躲在这个家里，所以这次出来忽然间还有歌唱，真的很好笑。拖拉机那个引擎啊，咋样嘛咋么的圈儿啊，西干队那个小伙子就顶住了一个门儿啊，大声啊那个大娘啊，叫的那个前生的曲儿啊，一见到那小玉郎他就没有辙了，哎嗨呀。不要一直看老三下，看我下就好了。第一次那个串门啊，他说姐更真啊，
病好那个秃头啊，停呀嘛停口门儿啊，工作不那个疯啊疯啊，白费了半天钱儿啊，嗯，欧秀子连那刀钱呀嘛钱大劲儿啊，哎嗨呀。吃那个串门啊，他说接个盆啊，洗完了衬衫啊，洗背心啊，单手泡那个肉啊肉啊，搂的那个稀呼烂啊，他还说呢，嗯，这肥皂纸毛啊，不要嘛不推牛啊，哎嗨呀。传到啊地呀嘛地上回啊，老大神也看出来这里有一部鞋啊，没等啊那个小伙儿啊再张嘴儿啊，得了孩子你们闹着，我到东院去干啥去啊，嗯，我去串门啊，哎不，我去找小鸡啊，哎哎哎哎呀。好，谢谢。好，掌声鼓励，非常感谢。那是来自名称旗下的唱片公司，哎，这重量级歌王大牛陈新贵，哎，介绍这个名字给大家认识，陈新贵哈。OK， 好，非常感谢，哎，我们的红星为我们演绎两首歌曲。当然，这个少不了，我们主办单曲特别邀请郑良胜老师，团的为我们客串演出。哎，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好不好？欢迎有请郑良胜老师。好，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好不好？哎，我们郑良胜老师第一首将会的带一首《牵引》，来，掌声鼓励。好，送给大家这首，不算老，不算年轻歌曲《牵引》，希望你也喜欢，谢谢。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恋，泪水不会占据我的眼，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牵挂，不会将我孤独地留下，我不愿回顾，因为在记忆深处，思念常刺痛我心里。人生旅程充满艰辛和坎坷，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从来不曾相恋，泪水不会占据我的眼，我不愿回顾，
因为在寄生处，思念常刺痛我心里。人生旅程充满艰辛和坎坷，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我不愿回顾，因为在寄生处，思念常刺痛我心里。人生旅程充满艰辛和坎坷，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好，就是这首《牵引》。那非常抱歉，因为太久没有唱了哈，有一点忘记。好，那第二首为您带来这首《长发女郎》，希望你喜欢。对吗？啊，好，再次献给你这首《长发女郎》。随我黯然的眼眸中，再告诉你。我的意义，我的不舍那么浓郁，但你始终仍要离去，长发女郎，背着我的只是你的一头长发。我没有向你问起离去的原因，因为我不希望你找不到借口。你要走多久多远才肯回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爱情。我没有向你问起离去的原因，因为我不希望你找不到借口。你要走多久多远才肯回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爱情，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爱情，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爱情。掌声鼓励，非常感谢我们这梁胜老师。哎，除了今天当评审，还为我们演绎两首歌曲啊！好，谢谢，好棒，我们这梁胜老师。好，这时候呢，哎，很快的成绩，一些小为咱们做出这个颁奖仪式哈、哦。我们先来赠送这个纪念牌匾给我们评审老师好不好？来，各位朋友，来，这时候来，掌声鼓励，有请马华生产区护理组主席曾律师女士来为我们颁发纪念牌匾给我们三位歌唱比赛的评审老师。来，各位朋友，掌声鼓励，欢迎请曾律师女士。来，首先我们请彭玉聪老师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欢迎有请彭玉聪老师。如果今年你的观赏是 ASTRO 之星金曲名曲歌唱大赛，也对我们彭玉聪老师不为陌生的哈，都看到他的脸孔。OK， 来，谢谢，请留步，待会拍个合照，请留步哈。OK， 接着呢，我们有请那是来自我们 Semigua Academy 的柯少明老师，大家朋友掌声鼓励，欢迎有请柯少明老师。好，谢谢柯少明老师。继续，哎，我们呢，刚刚我们听过他演绎两首歌曲的，那是来自我们的郑良正老师，来，各位朋友掌声鼓励。我们呢，就几位评审老师呢，可以说呢，哈、哦，为这个歌坛做出了贡献，栽培了好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了啊。OK， 来，请他们一起跟咱们颁奖人，那是来自马华成林山区妇女组主席郑律师女士，来一起来合照，谢谢，再次的感谢。我们评审做了四五个小时了哦，一一的听每一首歌，可以说全场他们是最累的。好，谢谢，再次谢谢老师，再次感谢郑律师女士。好，相信呢，如果这个成绩单一揭晓出来，很快的，我们将会为大家做出颁奖的仪式了哈，谢谢。好，来，各位朋友，很快的，如果成绩单一出来，很快会来做个颁奖的仪式了哈。啊，希望大家继续守候在里。成绩单还没有出来，成绩单，哦，再处理，很快很快了，啊，谢谢。好，来，各位朋友，这个成绩单已经在小弟的手上了哈。好，这时候我们将颁发这个小冠亚季军以及小特优奖哈。同样的这个奖项呢，我们邀请我们两位的协调员，也是我们的赞助人哈。我们的邱顺兴先生以及柯连发先生，两位一起来好不好？啊，一起来，我们颁发，两位一起来。好，首先那是来自我们小特优编号11号邱经理，来掌声鼓励。好，领奖完了，留步一下拍个合照哈。好，继续小特优编号7号蔡爱丽，来掌声鼓励。啊，这代表哈，谢谢。
OK， 来，现在我们颁发小巨星编号四号黄秀星，来，掌声鼓励。如果没有代表哈，可以谢谢。我们争取时间，继续小亚军编号十八号罗文义，来，掌声鼓励，请留步，要大家拍个合照，要合照。来，小亚军十八号。OK， 来继续来小冠军频道十二号 Coco， 来掌声鼓励，欢迎频道十二号。好，来掌声鼓励，来请我们请你一起来拍个合照，来又请我们的小冠亚季军以及小特优一起来拍个照。我们两位的分享人请站中间啊、哦、啊、哦、，OK， 客气了啊、哦，没关系 ，OK， 谢谢，好。那是我们的两位小特优，还有我们小冠亚季军，也非常感谢咱们两位协调员，我们的邱顺清还有柯连发先生，联合为我们颁发掌声鼓励，谢谢他们，也恭喜我们得奖的优秀的歌手。好，接着呢颁发这个特优奖，特优奖一共有十五份，我们先颁发五份哈，那我们先颁发五份。来，在这里呢，我们先有请，那是来自我们的李新兵先生问颁发五份，好不好？来，小特优，我们先颁发五份，那是频道二十二号林敬贤，来，掌声鼓励。如果没有，请拜一位代表到台上来接领哈，接领发品以及奖金。OK， 请留步，请留步，他要拍个照。来，接着，特优奖编号十八号罗文义，请站旁边先，站旁边先啊，让他们拍个独照先，然后最后才来合照。OK， 来，编号十八号罗文义，来，掌声鼓励，恭喜编号十八号。好，继续特优，特优编号三十三号。温曙光，来掌声鼓励，欢迎有请编号三十三号黄获得特优奖。来，温曙光有在现场吗？如果没有，派一位代表。哎，谢谢，来争取时间了啊，谢谢编号三十三号。好，继续特优奖编号五十二号谢丽丽，请留步，要拍个合照。啊，等一下拍合照，来，频道五十号谢丽丽，来，掌声鼓励，来欢迎，获得特优奖的，那是来自频道五十号的谢丽丽。OK， 来，再来，频道四十三号谢如丽特优奖。许如丽，对不起啊，许如丽啊，啊，难怪这个反应这么大了啊。OK， 来，许如丽，好，请我们这五位特优奖以及我们颁奖人李新兵先生一起来拍个合照了哈。OK， 来，谢谢。好，来个朋友来，一二三，来，掌声鼓励。先恭喜这五位特优奖哈，特优一共有十五位哈，再次感谢李新兵先生。继续呢，我们将邀请马华深山区妇女组主席曾丽斯女士，还有我们的大豆罗叶青校长一起来到台上来为人颁发以下的奖项，好不好？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再次欢迎曾丽斯女士还有大豆罗叶青校长。 OK， 来继续特优奖频道十二号 Coco。来频道十二号 Coco。好，同样的留步哈，他也拍个合照。来，继续频道五十三号陈嘉瑞，来频道五十三号陈嘉瑞。啊，把海赶回来哈，是小鬼来还是准鬼来？
赶场啊 ，OK。来，先看镜头，先看镜头。OK， 继续特有奖频道四十七号，陈静来频道四十七号。来，频道四十七号。来，继续特有奖频道四十一号涂雅英，频道四十一号涂雅英。来，欢迎，恭喜频道四十一号。好，继续频道三十九号叶金安，同样也获得特有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来，频道三十九号叶金安，同样获得特有奖。我们五个一起来拍一张照了哈。OK， 来，那是频道三十九号叶金安获得特有奖。OK， 来，我们请全体一起来拍个合照。啊，来，请全体一起来拍个合照。好，颁奖人在旁边了 ，OK， 好，谢谢。来，个朋友，来，一二三，来，掌声鼓励，恭喜这五位的特有奖。好，谢谢，请两位颁奖人继续留步哈，还有哈，特有奖一共有十五份，一个还有五位。来，继续特有奖，特有奖频道五十一号，泽宏频道五十一号，邀请频道五十一号。OK， 谢谢特奖频道三十五号曹美鸾，频道三十五号，来频号三十五号，来频号三十五号，啊，来继续频号四十二号，王家凤，来频号四十二号王家凤 ，OK， 来频号四十二号。来，可以了，来，平常可以，四十二号可以上台了。哎，请留步，留步，要拍，大家拍个合照。来，还有，下一位请准备，平号四十四号沈耀庆。等一下，先 ，OK， 先准备啊 ，OK， 来。OK， 来，平号四十四号沈耀庆，同样的特有奖。继续还有一位特有的编号三十号陈星，准备一下，等一下这样，准备，站旁边准备一下，啊，站旁边一点那个镜头在那边，啊 ，OK， 来，编号三十号陈星，要请留步，待会要拍个合照，站这先 ，OK， 来，编号三十号陈星。OK， 来，我们请这五位一起来拍个合照。来，五位请到台上一起来拍个合照。来，陈星、耀庆、嘉凤、美兰、泽宏，来一起到台上来拍个合照。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恭喜我们这五位特奖得奖人。然后再次请颁奖人继续留步哈。OK， 我们金鹰奖一共有两位。金鹰奖频道五十四号黄少雄，来掌声鼓励。OK， 同样请留步哈。OK， 来还有一位金鹰频道三十八号陈宇。OK， 来。来，请两位精英先拍，等一下关了聚精一张。OK， 来啊，两位精英先拍一张啊，等一下关了聚精一张。来，掌声鼓励，恭喜咱们两位精英奖得奖人，谢谢。再次请颁奖人继续留步，现在颁发聚精编号四十八号肖韵玲，天亮了。OK， 我们奖杯越来越大了哈。大家留下来排情侣照哈。来，那是来自优秀歌手编号四十八号获得季军。好，继续亚军编号四十六号陈丹，来掌声鼓励。
编号46号亚军。OK， 来一二三，掌声鼓励。小心这边有电线，不要，小心小心，不要勾到。小心啊，小朋友注意啊。OK， 来，接着冠军编号27号，冠军黄彩薇，我对自己开了一枪啊，这一枪获得了冠军啊，哦，这个子弹不必白费了啊。OK， 来。来，冠军先拍个独照先。来看镜头。OK， 来，这时候我们请冠乃季军一起来拍个合照。冠乃季军。来，我们请冠乃季军，冠军黄彩薇，亚军陈楠，还有我们季军夏韵玲，来跟我们颁奖人一起来拍个合照。OK， 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恭喜，来，全体来，全体得奖人，OK， 谢谢，全体来，妇女组的组员，来，一起来拍个合照好不好？大家辛苦了经过这场歌唱比赛，大家也可以说团结一致。来。谁的 VCD 还没有领回的，来，记得31号、29号、26号以及53号。来，谁的 VCD 还没有领回的，来，编号31号陈小平，29号申翔，26号优米，53号陈嘉瑞。申翔给你，小平要给你啊，给。来，吴奇超先生来一起来了哈，辛苦了哈，我们音响老师，来，请你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请你的赞助人哈，一起来拍个合照，我们这场的歌唱比赛，有劳大家劳师动众，大家团结一致了哈，如期圆满的举行，虽然是第一届圣经三杯，不过呢，可以说一切都顺顺利利圆满了哈，可喜可贺。难得这时候我们就要拍个合照，做个最珍贵的这个留念了哈。OK， OK 吗？五位黄色衣服的站在下面一排了哈。对对对，安尼个整齐，特别个水啊。OK， 站整齐，台上也稍微整理一下哈。OK， 来，各位朋友来，掌声鼓励给我们这个幕后的工程啊！来，一二三，站！我们这里是第一届圆满成功，谢谢我们赞助人，谢谢，明年继续的赞助我们歌唱比赛又继续的进行，谢谢。OK。